小朋友，你看可以自己挑一台车车。厝的敢有这项算啊？应该有可能，而且就每个人他们都想要坐第一台。我觉得坐第一台很屌。哦，坐第一台。很屌的，因为都看不到别人的车尾灯。嗯。就完全像飞车一样。我之前升加勒比海嘛是坐第一台，夹到要死。一第一个像那种，砰，正怪，砰，看我弟弟，一，哎，弟弟呀、啊，我等下不跟你玩了，你不看我哈。他第一嘞，你搞这。要排队啊。隔离板。那么多人。他后边马上追。Hello. Hello. Hello. 哇，全部清一色小朋友哦。啊，好偏爱，我真。哦。突然启动了。好慢哦，你等我好慢哦。我说好，等一下我再去做快点。等一下冲下来速度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消停了。对吧？啊，开始下坡了。bang bang bang。哦，哦，这是真正赛车的感觉。哦，对，这是轮胎的感觉。嗯。哦，所以这一直掉，一直掉。我看到就退去了。你看大家耍了老欢喜，哦哦哇，哦晒到遐尼变着这。哦，安怎那个？耶，结束。好，这回合，哦，还有第二圈哦，哇，这么好。你看前面，一公地板，最近摸到被那个黑黑的那个痕了。轮胎痕。哇哇，这两台一直粘在一起。你看差距啊。哇，这个刚刚开车动作很大的。好，现在正常。哇，第一台已经冲下来了。现在位居第一名，完全没有。哦，冲下来，你看哦，开心的了。最后还有。就，现在已经到了。各位小朋友，你好，首先坐在正上的红色车的朋友，听我号等下车哦。首先坐的车的，坐着，弟弟先坐着。一，还是要下来哟。还等一，还没，等一下哈。还没有。这样还是最后一台好了。等一下，不可以动哦。这样就不用等了。还没有。我这边要等他们。他还没。所以第一台我看到。现在要先拆开车，稍等一下哦。